哎，林董，哎，路不好走，辛苦了，辛苦。哪里？里面坐。谢谢。好，不等了，该开始了。 迟到了算激动气喘，今天谁泡茶？哎，大家给个意见嘛，不要都看着我嘛。我今天是召集人，不一定当主席。周董，对不起啊，塞车嘛，对不起。 三炮。 把空椅子搬走。既然大家那么客气，那就让我来泡茶。请把科技手机关掉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对不起，周大哥，哎呀，我来迟了，塞车，塞车啊！ 塞车？你坐的是什么车？啊，我坐的是马自达。我们坐的都是 Benz， 都是 Rolls Royce。你坐马自达，怪不得你塞车。你坐马自达，你根本没有资格来参加这个会哦。找个位置坐吧。是，谢谢。 你迟到11分钟，这是不重视这个会，这是看不起我们。你凭什么要我们当你还是兄弟？回家怎么样啊？有接我通知你。关于政府滨海公路工程，有意投标的公司一共有18家，但以我的评估，其中有9家是不大够资格承担那么大的工程，所以我分别跟他们的负责人都谈过，他们也很给我面子，总算是把他们都劝退。今天就剩下我们9家，刚才又退掉1家，那就是8家了。 大家都算是实力派，但是我呼吁大家要团结。如果各有各投的话，到最后让你投到又怎样？叫家肯定压得很低。我希望大家和气生财，共同把这个共同的原仔汤给搓好。共同分取政府的钱，我们政府很有钱呢、啊。<笑>我提出一个方案，大家来研究，也不算研究。 算是帮我的忙。讲白一点，这个工程我想要，因为最近我事业发展太快，我缺钱周转。我提出2个条件：第一，这个工程大概是10亿，2成利润算就赚2亿。我拿4000万出来，你们7家分，每家就是500多万。第二， 政府下半年还有3个工程，我不投了。你们搓圆仔汤分我1份就是。我话讲完，谁赞成，谁反对？我反对。我常跟韩家讲，周董是我的偶像，工程抢过来。 不必自己做，10亿先拿走5亿，接下来发包2转3转4、5、6、7、8转，你不赚钱想办法偷工减料，再下来跟营建署勾结，追加3、5亿预算。
这个工程下来，我看你起码拿掉7亿。你分给我们这么一点点的钱，你还有良心啊？他讲啊，有一点道理。是我一挂老细，啊，我都叫伊卖来，因都叫买来，叫我出代志啦，真卡人啊，吼，较像真卡人，唔止安尼大件小怪，也唔过就当啊，这摊工程我已经甲老董个讲过啊，我两间公司要做伙来标，无论安怎一定爱标到对，所以拄则你讲遐个话，我感觉这个工程无好做哦，可爱，可爱。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，我突然都觉得你们长得很美，像美人，像美国人，像美国人那么懂得谈判。好，我出最后一口价。第一，每家公司分700万。第二，这间工程的二手就由乔武跟刘董的公司承包。我话讲完了，谁赞成，谁反对？我反对。我赞成。我反对。不，我赞成。赞成。我也赞成。我们也赞成。出去。谢谢大家给我面子，请回吧。剩下来就是我跟林董的事情。走走走，我们先走。先走，告辞。阿怎么你们那么快就走？再多坐一下好不好？啊，你有手机上你不？今天你是故意搞破坏的，是谁执行你的？我靠，林董有枪啊！